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的比赛现场，下面进行的是第二阶段第145至168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杨海、陈海成。二号台裁判员马冉冉，运动员杨宇浩、樊朗彤。三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何文冲、李英东。四号台裁判员马红旭，运动员博俊杰、阿布拉江。五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孟凡宇、雷义伟。六号台裁判员张希，运动员万方源、臧东旭。七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李博、申重阳。八号台裁判员彭程，运动员马良、雷伟民。九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吕鑫、戴勇。十号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运动员张汉轩、汪宇。十一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苏尼日、赵云彪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吴妍妍，运动员冯超、赵延浩。十四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史天琪、刘洋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李恒、王鹏。十七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吕劲松、季杰。二十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马阳、殷广南。二十一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郝天、丁伟。二十一号台裁判员叶七夏，运动员管振、陈浩。二十三号台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陈文、王小倩。二十四号台裁判员贾舒淇，运动员张太义、夏飞竹。二十五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宁旭飞、张磊。二十六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赵若彤、杨少杰。二十七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王大双、杨如。TV 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记录裁判员张小舒、曾叶丽，运动员王振南、郑宇博。下面比赛开始。你好，郑宇博。你好，王振南。有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王振南获得开球选择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王振南开球。
王振南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，郑宇博开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
第二局王振南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王振南开球。10秒，5-4。
十秒。延时。第三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1-2。野爆硬核，独具匠心，职业标准。野爆球杆，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。第四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稍等一下。确定了，开球是几？继续记得。
第四局，仲宇博胜，比分2-2。第五局，王振南开球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五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3-2。第六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十秒。五、四、第六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3-3。
第七局，王振南。先后自由球。自由球。第七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4-3。第八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前后自由球。10秒。5、4，延时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八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5-3。第九局，王振南开球。
九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4-5。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老婆追上啊，来啊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，硬核独具匠心，职业标准野爆球杆，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世博台球杆盒，欧洲设计，高新工艺，三层抗压 PC 合金，六重保护，极力减少挤压、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。质保3年，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。乔氏荣誉出品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旧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工学和中式台球。厨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原乔氏2000家高端厨房全球直采渠道，现对全行业开放。工厂直采，拒绝层层加价。厨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九万级球器。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，完美双轨设计，3年售后质保，超10年使用寿命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9万级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，转二。
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。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老伯，追上啊！来啊！乔氏金腿追分神器，匠心，职业标准，以爆球杆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。世博台球杆盒，欧洲设计，高新工艺，三层抗压 PC 合金，六重保护，极力减少挤压、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。质保三年，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。乔氏荣誉出品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第十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5-5，开球清台。第十一局，王振南开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第十一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6-5，开局清台。第十二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第十二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7-5。谢谢。厨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原桥是2000家高端厨房全球直采渠道，现对全行业开放。工厂直采，拒绝层层加价。厨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汪汪！
第十三局，王振南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第十三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6-7。
第十四局，郑宇国开球。十秒，五，第十四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8-6。谢谢。
第十五局，王振南开球。第十五局，王振南胜，比分9-6。开局清台。谢谢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第十六局，郑宇博开球。
第十六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7-9，开局新台。第十七局，王振南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第十七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8-9。第十八局，郑宇博开球。10秒。延时。10秒，没有延时。5、4、3。
第十八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9-9。官方暂停十分钟，十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。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老伯，追上啊！来啊！乔氏金腿追分神器，匠心，职业标准，野豹球杆，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。世博台球杆盒，欧洲设计，高新工艺，三层抗压 PC 合金，六重保护，极力减少挤压、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。质保三年，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。乔氏荣誉出品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，碳纤维纤脚，11.5毫米特制杆头，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，比九球杆更具准度，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。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。博茨杆，恭喜和中式台球。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原桥是2000家高端球房全球直采渠道，现对全行业开放，工厂直采，拒绝层层加价。球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九万级球器。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，完美双轨设计，3年售后质保，超10年使用寿命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九万级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，转2。
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老婆追上啊，来啊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，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19局，王振南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10秒，10秒，延时。
第十九局，郑宇国胜，比分10-9。第二十局，郑宇国开球。重新开还是？为什么？10秒，延时。Thank you.